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前前后后准备了四个月吧。大家看到我的甩头功真的很差。现在我们在排练室里面排练明天生日会的舞蹈，然后一会儿我们会去到现场。好的，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那个演艺大厅，然后现在进到了会场里面。你看，好，哇，这是会场的里面。然后现在我要上到舞台上面去了，因为大家都在等着我。可以帮看一眼，是不是？可以。各位尊敬的来宾，亲爱的爱丽丝们，我们的活动即将开始，请各位尽快落座，并将手机调至静音模式，谢谢各位。迟到啦！
掌声尖叫声送给迪丽热巴。来，欢迎热巴来到舞台前面。来，我们掌声尖叫声再热烈一些。同时我们要把这个掌声跟尖叫声送给冷巴，对不对？谢谢。那我们要再次的欢迎在现场的以及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亲爱的爱丽丝们，这里是由嘉行传媒以及 OWORD 联合举办的热爱迪丽热巴生日会的现场。然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佑明，再次的欢迎大家。我相信今天我们现场有非常多喜爱热巴的这个媒体的朋友、厂商的朋友，还有这个爱丽丝们，对不对？我们要先请热巴跟大家先来打一个招呼吧，好不好？哈丝儿们，你们好。首先要非常感谢大家从各个地方赶过来参加这次的生日的一个生日会的现场，对对对对，一个现场。然后呢，哇，你们都穿得好整齐啊。哎呦，我刚才特别紧张，我在后台，因为其实这次跟大家见面是和我们之前的每一次见面都不一样，因为之前是比如说像一些商业活动啊，或者说是一些节目录制的现场或者怎么样，但是今天呢是就纯纯就是热爱两个人，对，两个人的见面，所以非常开心，也非常的紧张。来，我们给热巴掌声鼓励一下。热跟爱好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主题。那今天除了我们来到现场的各位非常热情的爱丽丝，其实还有很多在这个线上收看我们直播的爱丽丝们，他们虽然没来到现场，但是我们也可以锁定一直播，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生日会在一直播将会全程的独家视频直播，我们也可以在线上来为热巴继续来打 call。 那今天我们也讲到了今天的主题是热爱，对不对？其实这个词是这个小学一年级时候这个学的词语哈，那个时候老师就教我们一定要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热爱辣条啊，热爱一些酸奶疙瘩呀，热爱炒米粉啊。对，所以呢，其实我觉得热爱也代表了你们跟迪丽热巴之间最近的距离，你们守护的距离。那今天我们生日会的主题就跟我们现场的所有人、看直播的所有人，还有我们台上的迪丽热巴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就是热爱，全都含在这两个字当中了。你们喜欢这个名字吗？是的。那我们是要感谢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厂商的代表，我们要特别的感谢首席赞助商高端零食良品铺子，以及齐纳眼镜、黑人牙膏、飘柔护舒宝、阿姆西、 YSL、 Mikimoto、 玉木本、雪碧对于本次生日会的大力支持，谢谢你们。谢谢。是的，刚才我们这个开场秀大家也看到了哈，这个热巴跟冷巴的这个 CP 的互动，你们觉得可爱吗？但你们知道热巴为了要给你们呈现这个非常完美的演出，昨天彩排到几点吗？没有，其实我觉得冷巴就是怎么说呢，就好小一只啊。好小一只。对啊，个子又矮，然后就是昨天我们去对我们彩排的时候对跟他击掌，我不知道刚才有没有对，只有你们能看得到，就是击掌的时候他真的好矮哦，就是我昨天是这么击掌的，但是那个导演告诉我说击掌一定要往下，因为他个子特别矮，然后又细胳膊细腿的。想开始嫌弃冷巴矮是吗？踢走，把冷巴踢走。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就是热巴为了要呈现这个非常完美的舞台，他还小小的有一点点紧张，你们觉得他表现得怎么样？哎，好，谢谢大家前来，好，大家回去注意安全，拜拜。结束了是吗？卸下一口气，因为今天其实热巴还有很多这个精彩的表演要跟大家来呈现，然后同时有很多的这个互动，好不好？对。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我们应该放轻松，因为都是自家人。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这个环节要跟大家来进行参与，但同时我们也想问一下，因为这半年的时间，热巴做了非常多的事情，非常多的尝试，对不对？因为除了像拍戏、像演员的身份之外，其实也录了很多的正秀的节目。那同时也有新的身份，是我们这个创造营2019的
发起人，然后又是尝试这个主持挑大梁的工作，对对对，今年很多新的尝试，然后同时今年跳了很多舞。对，我今年真的跳了好多舞，我打算今天就是办完这个就是我的生日会啊，不我的演唱会。先不要剧透，后面有很多精彩的，先不要剧透。就是今天办完这个会之后，我打算就退出舞坛和歌坛了。因为真的不要吧，真的实在太累了，包括当主持人，所以我就觉得昨天我跟你聊的时候，我说真的很不容易，就是当主持人也好，就是你要控住全场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第一期录制《创造营2019》的时候，我真的是紧张到爆炸了，就是因为有很多要即兴去跟我们的，对对对，要即兴发挥，第一要跟下面的创始人，然后还要跟我们的老师一起发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紧张，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所以前一天晚上我真的写了很多很多想要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但是其实第二天好像也都很多都没有用得到。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去主持并且一个人站在台上去控制全场，然后第二次再去当创造营2019的公演舞台上的时候，我就比较放松了，知道放松多了。对对对对，我觉得你控全场应该没有问题吧，对不对？现在没问题了。来，现场控一下他们看。啊，好，谢谢大家前来观看。我觉得现在这种主持的舞台对于热巴来说应该已经非常的轻车熟路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锻炼，但同时也是一个成长。对，我觉得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就是要多去做一些尝试，虽然刚开始的时候被很多人不看好也好，或者觉得不太适合，但是我觉得勇敢去做尝试并且为之努力过，我就不会后悔。所以我们要给非常优秀的热巴鼓鼓掌，所有的尝试都非常的成功，我们期待你可以解锁更多新的技能，好不好？然后其实热巴一直不是有一个心愿吗？你不是一直希望说可以那个去蹦个极什么的？对，不，我们今天现场还蹦下去。我开玩笑。对对对，其实这个心愿在我26岁的时候没有实现，我以为快要实现的那一天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在综艺节目当中，但是其实是假的嘛，没有想到被整了。对，但是我现在就是过两天就27了嘛，我不会有这个愿望了，因为我真的很惜命，我感觉我太可怕了。我当时真的觉得很可怕。很多时候都是要在这个有冲动的时候去做这个事情才能做得下去。对对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热巴在这个生日的这个当天哈，再过几天生日当天，我们希望热巴可以收到一份这个蹦极的年卡，可以让你蹦到爽，好不好？可以实现一下这个心愿。最恶毒的生日祝福。而且我们知道你去年的生日是在塞舌尔过的。对，在那边，然后还看到了祥云。对，然后这一年都过得特别的顺利。对，然后今年我们在这边过的，看到了很多爱丽丝，有没有？我今年会比去年更幸运，因为看到了你们。对，我觉得你们一定会给热巴带来更多更多的好运，然后跟热巴一起来见证他更多的奇迹，好不好？OK， 那我们既然聊了这么多，接下来的这个环节我们是不是需要来跟台下的爱丽丝们有一个近距离的互动呢？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是一个小小的游戏的环节，我们需要从现场的60000多名的爱丽丝当中来抽。哎，接下来我要说真的会播出去哦，直播的，想说还有算我，那我想说我如果抽10个人会不会显得有点少，那我们好了，我们就这个环节，我们要从现场的这个观众当中来抽10个人，哎，对吧？10个人，好，10个人，对，我们抽10个人上台，然后来完成这个游戏。我们请工作人员上我们的抽奖箱，大家进场的时候呢，都已经把自己的这个座位号放到箱子里了哈。有没有人没放的？没放的，你回去哭吧你。好，那我是直接抽是吧？对，来抽，你来抽，我帮你念。你知道这个数字就是弄得好像真的有好几万个人，因为，哎，人爆多的好吗？对啊，0422。0422，来，我们念到号的爱丽丝，请从舞台的这边上台，好不好？来，从你们的右手边上台，我们请工作人员把他们带上来。
05180518028802880056005602770277。来，我们喊到号码的爱丽丝，请从你们的右手边的舞台口上台。还要再抽五个。一下抽完啊？对对，一下抽完。好，我再重复一下哈，0277、0056、0288。哦，0277、0288。好，还有两位，0422，还有0518。请刚才念到的五位爱丽丝从右侧台口上台。接下来我再请热巴公布一下抽到的。0100。0100，100号。0053。0053。哇！你别尖叫了，你就上来吧。对对对。坐在那儿尖叫干啥呀？又晕倒了。坐在原地。全场尖叫。0781。0781。0781。0287。0287。0316。0316。好，我们请念到号码的爱丽丝尽快的从舞台的右侧上台。可以上来了。好，来，我们请大家核对一下信息，然后请上台。同时我们也请工作人员来上一下道具。来，这边请，这边请。怎么样，是有超话里的大 V 是吗？好，来，我们还有几位没上台的，你们，对，我们往中间站。十个人。来，1234567，还有两个人呢。还有两位，你看，你就刚顾着尖叫了。对，那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位。OK， 可以再叫一位，再抽一个，那我随便叫了。603。603。0603。0603。有没有？是你吗？快快快快快，相机扔掉，还负重跑。我还没叫他就已经在跑了，刚才他估计已经把这个数字都刻在自己心里了，已经。来，来，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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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现在十位都已经在场上了哈，来，向右看齐，向前看，好的。来，也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好不好？是这里吗？对啊，可以说小名，不用。对，你也可以说你微博上的 ID 也行。叫走路。你叫什么？走路。走路，哦，你叫走路，你。我叫周周。来，第二位叫啾啾，周周哈，周周。猫头。猫头。猫头。我叫婉月。你叫什么？菲菲。菲菲。阿锦。阿锦，你叫什么？我叫麦胖子。你叫麦胖子。大 V 是吧？我叫胖苗。哎，欢迎胖苗。我都忘了我叫什么了。热巴的小迪仔。热巴的小迪仔，你呢？我叫甜热仔。甜热仔，好的，那我们这样，我们简单一点哈，因为我们要那个五个人成一队嘛，所以我们从中间砍一刀，好不好？哦，这边五个是 A 队，热巴那边是 B 队，好不好？对，我们中间砍一刀。然后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游戏的规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后面
有这不同的盒子，上面呢也有不同动物形象的这个手套。热巴的这个环节需要两组都参与，跟他们一起来完成这个游戏的环节。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戴上这个非常可爱的动物的手套，然后只能用戴上手套的手来拆台上的礼物。拆开之后，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拆都没有关系，拆开之后里头有我们生日会独家定制的热爱包，需要拆开之后并且把这个热爱包背在身上才算成功完成任务。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哪一组用时最少的话，他们这组还可以额外的获得礼品。那都听明白了哈 OK。 那接下来我们先请 B 队的同学，我们往右侧，对，我们往右侧先休息一下，然后热巴跟我们 A 队的爱丽丝先来到舞台上。来，我们请各位回来到舞台上。来呀、啊、来、啊、你们可以每个人挑一副自己喜欢的手套。啊，我也要戴对吗？对，你要戴。我们看一下怪力少女会挑哪个，挑了个霸王龙的是吗？好，我再说一下我那个游戏规则，就是大家戴上手套之后要把台上所有的这个生日的礼盒全都拆开，把生日会的独家定制热爱包背在身上来完成任务，好吗？接下来你们也可以为我们第一组的爱丽丝来加油，你们准备好的话我要开始倒计时咯。好，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计时，看一下他们花费多长时间能够拆开。来，不管用任何方式哈，只要用手拆开就可以。准备，三二一，开始。哇，哎，如果你们拍特写的话会发现这些动物们真的是非常的忙。好，我跟你说箱子可能越小越难拆，大家可以互相帮忙拆开之后要热巴拆了个空的是吗？哎，里头有的有，有的没有，对，要背在身上。来，这边请。来，拆完的往前，拆完的并且背上的我们回到前台。好，要背上哦，要背上哦。哇，这包也太好看了吧， Oh my god， 也太好看了吧，买它。哎，热巴这边还在巴里斯在拆，我们看一看是不是所有的生日礼盒都打开了呢。哎，打开之后还有最后一个，还有最后一个，大家齐心协力。哇，这些生日礼盒全都体无完肤啊，大家为了拿出里头这个独家定制的热爱包真的是拼了全力。哈，拿出热爱包之后一定要带在自己身上才算哈。好的，要带在自己身上，对，来，我们带完请回到舞台中间。来，时间到，来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 A 组的爱丽丝，好混乱。来，我们回到舞台的中间，我们也可以请工作人员帮我们先稍微整理一下后面的这个案发现场。好，我们看一下工作人员， A 组爱丽丝完成的时间是1分38秒67。哇塞，这么精准，1分38秒67。好的，那我看一下你们拆出了几个。其实女生拆包裹其实还比较顺手，是吧？对，就是平时网购的这个经验。对啊，主要是这个那个稍微有点碍事儿，这里有点碍事儿了。对，作为这个痛快的帅哥，拆这些东西应该很快吧。好，那我们看出来，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来，要恭喜我们 A 组的爱丽丝哈，1分38秒。来，我们 A 组的爱丽丝这边稍微休息一下。好，来，手套也还给。接下来我们请 B 组的爱丽丝上台。来，我们站到
生日礼物盒的后面。好，他们开始慌张了，说这个要怎么用力啊。好，我知道你们稍微有点羡慕跟嫉妒。一会儿还有机会上台，没有关系，好不好？来，准备好你们动物的小拳拳，来，我们倒计时三二一，开拆。哇，热巴这个非常厉害，可能多用了不到三秒钟已经拿出了热爱包。好，我们右边的爱丽丝也拆开了一个，嗯，还要拆，哦，对，都要拆开，所有都要拆开。哇，平时您这练泰拳的吧？哇，这组好暴力，我躲远一点。哎，这组真的是刚才在旁边有观战哈，有自己的心得。直接用手肘给击开了，还有最后一个是吧？哦，是吗？没有吗？好，那你们要背在自己的身上，要全都背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来到舞台前面。OK， 时间到。好的，手套也可以放下来，手套也可以放下来了，手套放下来，来，我们回到。您在找他吗？好，我们来看一下 B 队的爱丽丝的完成的时间是1分03秒，是你们快，是你们快，暴力阿斯在现场，真的暴力阿斯，刚才是谁，谁用手肘，是你吗？他现在说不是我，不是我。来，我们也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非常的厉害。来，我们也请 A 组的爱丽丝回到舞台中间。哇，这个太厉害了。那我们这一组的获胜队，哎，你要躲哪去啊？来，热巴来这边吧，热巴，热巴来这边吧。啊，我去那边。嗯，好的，那我们就要宣布这一轮获胜队就是 B 队，所以我们要请热巴来为他们送上 Mikimoto 玉木本的小礼物，大礼物了。获胜队每个人都有一份小礼物，我们要谢谢 Mikimoto 玉木本的支持，谢谢。好，来，热巴站在中间，我们跟十位爱丽丝一起拍张合影。来看一下中间的摄影师，好的，谢谢，谢谢十位。来，我们请舞台的右侧请下台，谢谢十位爱丽丝的参与，谢谢。热巴真的很爱大家，而且今天就是刚才那个画面特别有一种在幼儿园的感觉，哎，特别符合我们今天六一的主题。啊，谢谢这些小朋友们，祝大家儿童节快乐。好的，怎么样，刚才那个环节你觉得有让自己彻底放松下来了吧？啊，放松下来了，放松下来了。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让热巴去换一身。结束了对吗？没有那么快。因为接下来还需要让热巴给大家带来非常多这个精彩的表演，那接下来我们要请热巴换一身更漂亮的衣服上台，好不好？我还没说完，迫不及待地跑下去了。哎，昨天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就有在聊天，他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安排了两套衣服，但是热巴他觉得说今天有那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爱丽丝来到现场来看他，所以他觉得一定不能只有两身衣服，他今天准备了非常多套衣服，要美美的让你们拍个够，好不好？
所以要准备好你们的相机，记录下热巴所有美丽的瞬间。好的，那热巴去换衣服了哈，我们台上当然也不会停下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抽奖了。对，刚才我们也听到今天有非常多的这个厂商在支持跟赞助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日会，所以有非常多的奖品要来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请工作人员送上抽奖箱，然后我要来代替，我代替冷巴好了，我代替冷巴来抽。我想抽十位粉丝，我们要送出良品铺子的热爱包。来，有谁想上台？好，一个，两个，你们都是几排几号啊？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哎，你在笑什么，小哥哥？你看到什么好笑的事情了吗？你是看到哪个爱丽丝长得很漂亮，在比心是吗？这位观众请冷静一点。哥哥很帅，也不要现场这样撩他。来，好，我来公布一下。好，谢谢。哎，我又抽到你了，0603。因为他刚才是点上来的嘛，对不对？哇，我觉得这个数字真的是太好了。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真的没有作弊哦，我就是真的抽出来的。换一个是吗？可以吗？换一个吗？所以刚才，哦，不是你是吗？哦，那好吧，那你请上台。好，0603，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数字。来，0729，0729，在不在？没关系，我先念完，没人的话我们再补抽，好不好？来，0784，0784，在的话可以举个手，让我看到你吗？0784，哦，在那边，0784，请上台。对，我们念到号码的爱丽丝请上台。0703，0703，好，0703请上台。0467，0467，还有0387，0387，还有最后两个是0485跟0075。OK， 来，我们请十位爱丽丝上台，有请。来，一个人都没有吗？来，抽到的爱丽丝，你们人呢？哎，怎样？是因为热巴不在台上，你们都不愿意上来了是吗？这是热巴给你们准备的礼物，哎，要不要？来来来，刚才我们念到的十位爱丽丝，来，我们请上台。好，对，我们再报一遍哈，0603，0075，0485，0387，0784，0729，0703，0467，来，有请各位上台。好，来，我们舞台中间，我们舞台中间请。好，还有谁没上台的？我们倒计时，倒计时，5、4、3、2，好，你们是刚才在补妆吗？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在场地上跑？好，来来来来，我们先请现在能上台的各位来到舞台上，我们也请工作人员为他们来送上
良品铺子的热爱包，来有请各位上台，来有请有请。好，哇，这也太好看了，买它，不用买，这个我们送给你们了，好不好？我们也请大家一起拍一张合影，记录一下这个非常幸运的瞬间。看一下中间，对，我们再往右边一步。好，我们看一下中间的摄影师。好，看一下正前方，你们要不要把热爱包提起来？对，可以拍到它，展示一下它，好不好？好，看一下中间的摄影师，谢谢，也谢谢你们对热巴的支持。来，我们这边请。好，谢谢你们。刚才呢，我们跟热巴有聊到哈，今年非常的忙，然后又多了新的身份，就是在这个创造营当中担任了主持人，同时也是这个发起人。你们有注意到热巴跳都看了吗？啊，都看了是吗？那我们不跳了下来，都是看到他微博上发的这个完整版了吧？但是现场版没有看过吧？所以请准备好你们的手机跟相机，属于爱丽丝的直拍时间要到了，准备好了吗？所以接下来你们最想 pick 的人是谁？再次大声地喊出他的名字，有请迪丽热巴。哇，来哦，来来来，尖叫声送给迪哥，帅不帅？请准备好你们手中的点赞器。哇，直拍都拍到了吧？你们最想 pick 的人是，哎，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在我们第一排中间是来自我们腾讯视频的领导，姐夫，觉得热巴跳得怎么样？赞哈，有比小哥哥跳得好吗？那必须的。我被那个流苏缠住了，刚才
有一瞬间手缠在一块了，感觉怎么样，跳得很棒吧？对，今年这个热巴也是这个第一次有尝试这个男团舞，对不对？所以参与到整个这个节目过程当中，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有趣的事情？其实我看着这几个男孩，就不是这几个，这些个男孩，就会重新燃起你当时要做这个工作的那种初心，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努力，然后每一个人也都非常的付出了自己百分百的所有的勇气，还有压力啊，还有包括各种外界的声音，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有潜力。所以其实参加这个创营2019的时候，我觉得不单是要跟他们说些什么，一个就是半新人的一个半前辈的一个，因为我怎么都比他们大嘛，就虽然不是说迪哥，迪哥你稍微有点喘你知道吗？我们要不要坐下来聊？年纪大了，要不要坐下来聊？来对，这个我觉得比较适合这个造型。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就是从他们身上其实能够学到很多东西，虽然他们每个人都是很多很多人在舞台上的经验可能没有那么的足啊，我也没有那么的足，毕竟我也不是舞台型的艺人，比他们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的经验可以分享。 对，所以跟他们分享的同时，自己其实也一直都在学习。但其实在主持的这个工作，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叔叔其实也主持人的身份，我的老父亲，对不对？所以叔叔看节目的时候有没有给你发微信啊，或者是跟你聊一聊？我的老父亲，我的爸爸真的穆拉提粉提给我发了，哇，我爸爸很多粉丝的，然后我爸爸给我发了很多很多，就是关于主持的一些他总结的这么多年来的经验，也包括其实每次唱歌，我知道我爸很羡慕我上春晚啊这种节目啊。对对对，这半年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上春晚。我爸爸非常羡慕啊，但是也是咬着后槽牙跟我说了很多他的经验，羡慕嫉妒，然后又得去给女儿传授一些经验，所以我觉得其实，每次主持前也都会，不光是我爸爸了，其实我们的导演是个瘦瘦小小的女生，然后她每次就是2019的导演，然后每次她都能够担下很多很多重任，然后总之就是我觉得工作人员会更辛苦，相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好歹还有一些休息的时间，比如说像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会场，就是我们的每一个布置，包括大家收到的礼物，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熬夜去帮大家做好的，也是帮我做好的，所以我觉得最辛苦的是工作的人员，所以非常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是的，我们除了像非常辛苦的工作人员，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公安大哥，其实也一直在帮大家维持这个秩序，对不对？对对对。我们要谢谢所有为热爱迪丽热巴生日会付出的所有台前幕后的这些英雄们，谢谢你们。谢谢。然后呢？也谢谢你们这么乖。对，大家都非常的有秩序哈。然后其实在6月8号应该是最后一场的创造营了，是直播，对不对？所以你现在会有压力吗？我昨天还说呢，我说其实今天把这个跟阿 Sir 们的见面办完，我算是松了65%的气，然后等把8号的直播做完，我就真的可以松一口气了。所以8号当天我们所有人都在线上或者在现场帮我们的阿巴来加油打气，好不好？我觉得这解锁一个新功能，我觉得会带来更多无限的可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尝试更多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工作，我觉得也能带来很多这个新鲜的血液到这个生活当中，其实也算是一种体验。如果以后在这个角色上面如果演到主持人，对不对，这方面的话又会有不同的感受。 对，就像体验的生活一样。然后还有很多人也想知道说这个还有一些戏都还没上，对不对？对，也马上但是很期待三生三世枕上书。 对，还有电影，对，电影日月，然后都我特别期待能够快点跟大家见面。对，因为其实这半年也是在忙着两个综艺，然后还有一些自己，比如说像这个个人的见面会，然后就是有一些这些工作，所以说没有办法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专业当中。因为其实我的就是阿 Sir 们都知道，就是我每次一进剧组的话，差不多除了一些
必须要去的一些商业活动之外，其实我很少会出现。对，所以就是很想把，就是现在把手头上的工作都做好，然后对对对，所以希望这两个作品可以快点跟大家见面，一个电视剧一个电影。嗯，来，电影叫什么？电视剧叫什么？哎，所以上的时候要干嘛？哎哎，他们好有默契。所以等到这两个作品上的时候，一定要继续来支持热巴，然后我们也期待热巴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作品，还有更多领域的开拓，好不好？那刚才都讲到热巴非常优秀的这些方面哈，就是你们知不知道热巴有哪些是他不擅长的东西吗？没有，真的是戴着滤镜了。请把你们的眼镜摘下来。来，我们来问一下你们的热巴好了，你有没有什么你觉得自己比较不擅长的事情？啥？我在微博上看到有很多阿 Sir 们很会画画，比如说会画到墙上的那种壁画，还有很多人画小小的胖胖的那个我。哦，对，所以我都看到过，然后那就是我最不擅长的东西。所以画画是？对。所以你是灵魂画手了？对，就凭一个火柴人闯天下的。哎，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呢，就叫做进击的画手。那刚才热巴也说到了，很多阿 Sir 都很会画画，所以接下来我们期待一下抽上台的都是会画画的，好不好？这个环节我们比上一个环节要多抽两个人，所以我们要请热巴为大家来抽取12位阿 Sir 上台，来参与到进击的画手这个环节。来，我们请工作人员上抽奖箱。然后这个抽奖箱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哈，这个是跟你们的这个进场的门票对应的号码，其实不是座位号，对，刚才工作人员跟我说了一声，好不好？是这个进场门票对应的号码，好不好？对，大家要注意一下。对，说一个给我一个。0204。0204。0424。0424。对，赶紧不要补妆了，赶紧上台。0551。0551。0680。0680。0118。来，喊出你们的号码。0118。0162。0162。0407。0407。0395。0395。0623。0623。0579。0579。0596。0596。0557。0557。好的，来，有请刚才热巴抽到的12位现场幸运的爱丽丝来到我们右侧的台口，跟工作人员核实身份。好，来，接下来这个进击的画手，当然我们是要考这个画画能力了哈，所以呢我们先请出前，哎，我们还是这样，12个人我们分成三队，然后我们先请前面的四位先上台，好不好？有男生哎，居然有啊有啊。 那我居然用到了居然这两个字。那好多啊，好多男生。 Hello。 好，我们先请前面的四位先上台。来，我们舞台先站到舞台中间。这个环节我们需要把12个人分成三队哈，然后热巴也是一样会参与到每一队的这个游戏的环节当中去，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游戏规则，我们一会儿呢要排成一个竖队，然后依次到画架前进行画画的接力。那第一个人会看到我们的这个关键词，然后第一个人有20秒作画的时间，只有第一个人有20秒作画的时间，其他往下的每一个人都只有10秒作画的时间。那最后一个人就不用画了，最后一个人来猜，看能不能猜出他们看到的这个题目，好不好？然后这个排兵布阵你们也可以自己商量一下，看谁来猜，谁想参与到当中。对，谁来猜，其他人就来画了。对，那谁来猜啊？对，你们谁猜？那小黄帽你猜是吧？对，好，我猜。好，那我们就请 A 队的来到舞台上，站成一排，好不好？然后你猜的话，你站到最后。热巴，你想站到哪个位置？第一个。这个游戏一上来就要这么刺激吗？好，然后你们所有人要背过去，背过身去，向右转。哎，不对，向左转。哦，对，那边是左边。好，不能回头，不能回头，不能回头。等到热巴拍你们的时候，你们才可以过来来做这个接力哈。啊，不能拍是吧？那热巴踢你们的时候，扔下去。好，来，我们请每一队一共有3道题目哈，我们看一下哪一队能够答得多的。好，第一题的题目已经出来了，我们倒计时20秒开始。10 9 8 7 6 5 4 3 2 1，十，哦，好了，哇，10秒，来，下一位，好，你只有10秒钟的时间哈，看好了吗？来，倒计时开始，10 9 8 7 6 5 4 3 2 1，时间到，来，传给下一位。好，请看好，准备了哈，我要倒计时了，准备，10 9 8 7 6 5，不可以重来，4 3，他已经画出了一只小强，2 1，好，来，请下一位。我想给大家看一眼，他画出了一只小强，哎，好，来，你看好了哈，准备倒计时10秒，10 9 8 7 6，5秒，好的，最后一位小黄帽，你就不用画了，来，我们请各位来站到舞台的中间。所以等一下，我们这边在进行环节，这边先不要做姿势好吗？好，我们问一下，你觉得这道题，我给大家看一下哈，我现场观众能不能看到？这是什么东西？来，大家看一下，最后成果是这样的。我们先让他猜一下吧。散发着臭味的土豆，感觉像是，这什么东西啊？散发臭味的土豆，就是热巴说的。来，你觉得这个题目是什么？是一个成语。我不能告诉你。对，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大概是这样的，然后我给你10秒钟思考的时间，你告诉我你心中的答案，10 9 8 7 6 5 4 3 2 1，来，你能猜得出来我吃下去，你就说臭掉的土豆就好了。你看那是什么？好，你给我你心目当中的答案是后羿。来，掌声给他鼓励一下，脑洞非常之大，后羿。我们的日月是播不了了，你说这好可怕、啊、来，你画的是什么？你知道你画的是什么吗？哎，那你觉得你自己画的是什么东西啊？蜘蛛。你觉得是蜘蛛。来，刚才第三位画的是，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一个一个往前倒，来让他们解答一下。哎，我好有自信啊，我的天，哇，这什么东西啊？这个是谁画的？来，他画这幅画的时候非常的慌张，他说我忘了上面画了什么。来，妹妹，
你能跟我们来说一下你创作的这个心得吗？老花。那你觉得是什么？他的大脑已经空白了。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上一幅。我的天哪，这又是什么东西啊？高文，你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吗？来，你来解答一下，解读一下。我就看到一个脸啊，然后我脑子里就是当时只看顾着看热巴，就没。这是三毛，哎，这也不是三毛，你知道那是手吗？就。对，这个好，来我们看一下热巴的。能猜得出来吗？是什么？哆啦 A 梦。哦。起码我画的能让人猜得出来，我画画还好哎。所以热巴还是……那我不好看，你也画不出来。好，热巴还是可以的哈。对呀、啊，对，我还写了个 A 在旁边，你以为那是 A 组吗？你还有提示，偷偷的提示。对。好，来，我们每组有这个三道题，这是第一道题，接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好不好？好。然后这一轮谁猜呢？我猜是吗？热巴猜吧，好不好？这轮你来猜一下。好，我猜。好，我们从小红帽开始。来，所有人请背过身去。我们看一下，他们第一题答错了哈。来，第二题的题目是这个，不能回头哦。来，给你们看一下题目是。没关系，那个屏幕他看不到。好，准备，20秒的时间，3、2、1，开始。10、9、8、7、6，我画的是我吗？5、4、3、2、1，好了是吧？哎，来下一位，你有10秒钟的时间哈，你比他少了一半，准备，10、9、8、7、6、5、4，6秒完成，下一位。好，不能窃窃私语哈，不能窃窃私语。看好了，请准备倒计时10秒，10、9、8、7、6、5，4、3，不能写字，2、1。好，来下一位，你也只有10秒钟，准备好了吗？3、2、1，开始，10、9、8、7、6。哇，你真的是个游戏的黑洞。4、3、2，啊，你就放弃了。来来来，好，他放弃了。最后请热巴转过身来看一下，给热巴10秒钟的时间。你觉得这道题目是？这是一个电影吗？它不像《幻乐之城》的那个。有点接近，相关。这是人吗？我想问，这是人吗？高文，是吧？他说是吧。两个人站在路灯下。我反正我看到的就是这样子。好，两个人站在路灯下，你给出你的答案是两个人站在路灯下。对。我们题目不会这么长。二人一灯。来来来来来，给你看一下正确的答案。唱歌。同时我给你看一下第一张他画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第一张还是挺有模有样的。还是挺有模有样的。那怎么会音符到后来变成人了呢？问题出在第四个人上面。高文。他把音符画成了耳机。好，所以很遗憾，第二题是耳机吗？等一下，第二幅画是下一张，这张也是正常的，这个也是
对，他画成了耳机，也还这个、他说这是耳机，就已经有点混乱了，然后到这个的时候已经变成两个人了，对，他已经放弃了、所以很遗憾第二题也没能答对。来，我们还从热巴开始吧，好不好？第三题我画是吧？对，你来画。哦，谢谢。来，请准备，来看一下最后一题，题目是，20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10、9、8、7、6、5，天哪，下一个是你。好的，哇，来，游戏的黑洞，请看好它，10秒倒计时开始，10、9、8、7、6、5、4、3，好，2，下一位，来，小黄帽，请看好，准备，倒计时10秒，10、9、8、7、6、5、4、3、2、1，好，下一位，10秒钟，看好了吗？准备，开始，10、9、8，就2秒吗？好，下一位，来，小黑，请给出你的答案，10、9、8、7、6、5、4、3、2、1，来，答案是。答案是热爱。什么？热爱。热爱。好，来，我来快速的公布一下我们的答案。我的胃有点疼。这是热巴画的，上面居然有人扑出来。正确答案是尖叫。热巴，你解释一下这团是什么东西？声浪是吗？对对对对，那就是很吵、那种尖叫。对，所以我们很可惜，第一队的同学一道都没有答出来。来，我们到这边稍作休息一下。来，接下来我们有请对 B 组的同学。来 ，B 组的同学，爱丽丝这边请。好，你们的排兵布阵还是这样，好不好？还是第一轮热巴先猜，还是你要先安插在中间？你要商量一下吗？那我先吧。你先画是吧？好，准备，看一下，不能回头哈。B 组第一题。你们看到了哈。哎，没看到啊，来，好，准备倒计时20秒开始，10、9、8、7、6、5、4、3、2、1，我也陷入了迷思，这是什么？好，看好了，准备倒计时10秒，来，倒计时，10、9、8、7、6、5、4、3，哎，其实你还原的还蛮对的。好，下一位，准备好了吗？倒计时10秒，开始。哎，10、9、8、7、6、5，我觉得给那么多时间没有用哦。哇，你是这一轮游戏的黑洞。来，下一位，请回头。好的，看好了哈，这个已经非常的简单了。来，10秒钟的时间，请作画。哇，我发现每一组都有一个游戏的黑洞。你也是个黑洞，我发现了。妹妹，我懂你的心思，你一定是想帮他们更具象一些，对不对？很好，
热心不一定能办好事。来，最后一位，请给出你的答案，这道题的题目是什么？马甲线。Please tell me 哪里是马甲线？请问是横的还是竖的？这难道不应该是？如果是的话，应该是腹肌啊。来，我给你们看一下，热巴画的是什么？哎，热巴画的是这个。米其林和狼牙棒。最后的答案是这个，大家看一下哈，最中间的过程，哎。变成了两种动物。正确的答案其实是小熊猫。我画的那个狼牙棒其实是那个是个笋子，是个笋啊，是个笋吗？啊，竹啊，是竹子是吗？哎，好，是竹子来着。好吧，很可惜这题也没能答对。哇，你们这一组真的是很厉害。来，接下来我们还从你开始吧，好吧，你画第一个。好，所有人，我们请排成一排，且转过身去。这一轮热巴来猜。好，你到这边来，我们看一下你的题目是什么。哇，这幅画你快签名拿回家好不好？不能偷看哈。哎，这个题目是一样的吗？来来来，我再看一下还有没有。哦，好了吗？来，给你20秒的时间，请作画。好，3、2、1，下一位。看好了吗 ？OK， 准备10秒钟，请作画。哇，你们这一组真的是，我觉得，好了是吧？好，下一位，来下一位，请看好他画的是什么。准备10秒钟倒计时。能记得的话才怪。好，来这一组，我觉得你画个星星。好，下一位，来接过他的画笔，来看一下。准备倒计时10秒开始。这并不是静止的画面，因为他已经不知道该从哪里下笔了。热巴等了很久了，我们希望转过来。好，热巴，哎呀，来，你凭你的脑洞吧。我觉得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理性思维来判断了。这个难道不还是重复尖叫吗？不是吧？不是哦。这是个手指在戳吗？哦，你说这个是指纹是吧？像个手指。对，不是啊。不是，我就随便猜吧。我觉得这个真的离那个太远了。提示一下，4个字。这怎么可能会是我？你们怎么了？这我我给你看上啊。好，哇天，再往前吧，我给你看一个原始的第一张。好，这是第一张。什么东西啊？老虎吗？它这是王字是吗？哦，老虎啊。哇，好聪明啊。真的。所以4个字，我给你提示，4个字，虎虎生威。哎，很有点接近了，你要不再试一下？他画了一个重点在这儿。那是什么东西啊？老虎的这儿。
耳朵吗？那是什么？就这个部位，老虎的这个部位。头嘛，这是头，头的这边是什么？尾巴。下头在说背了是吧？好，再给你提示一个字。虎背熊腰。恭喜。太难了这题。对呀、啊。太难了。好，那要不是那个王，我都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对，我觉得他还是蛮聪明的。来，我们要恭喜第二队。好，第二队的答对了一题，来，接下来热巴你来画吧。第三题。好。好。哎，你们站好。笔在。哎，笔。这边。嗯，好。这边。好，我们准备，题目是，看到了吗？我们来看一下热巴会怎么来诠释这个词。准备倒计时20秒开始。哦，哎，啊，等一下，他这个脚好。热巴你真的是火柴人走天下。好，我觉得这个再猜不出来，再画错的话真的要打屁股。来，打屁股。下一位，准备 OK 吗？3、2、1，开始。哎，哎，哎，好的。来，下一位，请传递。OK 吗？来。哎，其实从这个游戏可以看得出来，每一个人看的重点都是不一样，跟顺序也是不一样的。好，下一位，请转身，到你了。好，看好了哈，请作画。哎，哎，哎，没，你不要受干扰，你不要受干扰，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哇，你是个天才。下一位，来，你来猜一下，你觉得这道题的答案会是？会吧。起早。哇恭喜恭喜这一队、主要是基础打得好。对，你看，对不对？应该给热巴掌声鼓励一下。我觉得这个画得非常的具象。正确答案就是洗澡，所以对，我们要恭喜一下 B 队的爱丽丝答对2题，恭喜你们！来，我们到这边稍作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请上 C 队的。好，我们也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撤一下。那边，那边，那边。没下去。这边，这边，这边。对，好，最后一组了。我相信你们已经非常熟悉规则了哈，那我们就要加快进度了。顺序我们还是按照这个来，好不好？你来猜，最后你来画。好，我们请各位背过身去。来 ，C 组，我们看能不能超越 B 组哈，他们答对2题，请准备看第一题。OK。你们看了吗？看到了哈。好，请作答。没有吧？有吗？没关系，我相信他的人品。好，5、4、3、2、1。OK， 下一位。好，请10秒钟的时间，准备开始。10、9、8、7、6、5、4、3、2，来，给到下一位。
哇，这组也是蛮精彩的。看好了哈，准备倒计时十秒钟开始。每个人的身体当中都有一个灵魂画手。下一位，看好了吗？请准备十秒钟，看一下最后一位能不能力挽狂。我听他们讨论我都觉得完蛋了。好，完成了是吧？好，来热巴同学，请你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一个动物，猫吧什么的，虽然没有须须。一个动物，为什么你们什么都要叫我的名字啊？哎，他们的心里只有你。虎背熊腰也叫我的名字，你完蛋！你们等一下，一会儿都不要走，都给我留下来。是请来的群众演员吧？你们应该不是阿 Sir 了，这为什么？动物是对的，动物是对的。动物啊，动物是对的。猫啊，小猫咪。所以你的正确答案是小猫咪。嗯，小猫咪，小猫咪。我们给你看一下。你喊啥？听不到。来吧，我给你看一下第一幅画是什么。一束墙。一束墙。我给你看，这是那个第一幅画，你就看得出来了。猴子，那为什么他的耳朵长到上面去了？哎，正确答案就是猴子。哎，这个猴子是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变成了一个不知道什么物体，越画越少，然后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像熊猫耳朵在这里。嗯，到最后还有最后呢。真的每一组都有一些灵魂画手。来，第一题不能算你答对，好不好？接下来，对，为什么不把就是致命的这个香蕉给画上呢？好，来，接下来第二轮热巴来画，所以请各位转身。嗯，来，这一轮我觉得应该有机会哈。我们来看一下，题目是，准备。三，二一，开始。不能回头，不能回头。哇，这个非常有大师的风采，哈哈，你的这个火柴人真的是太好用了，百搭。来，下一位，来，请看好，这是一个命案现场。好，重点哈，看好了，来。倒计时，来，重点有抓住，好，好，还原的很好，还原的很好。OK， 时间还剩两秒，二，一 ，OK， 第三位，好，请看，他其实还原的非常好，来，准备，三，二，一，开始。好，来下一位，看好了哈，大致还在，来准备开始。哎，少一点就少很多。好 ，OK， 最后来看一下，你觉得这幅画是什么？对了，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人在水里啊。人在水里。一个火柴在水上飘。好，来看一下热巴画的哈。我觉得这个热巴真的是，画得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打天下的这个动作。好，那我们要恭喜 C 队的人答对一题。来，最后你来画了，好不好？然后我们请各位背过身去。
看看你能不能超越他们。哦，这个很有难度，不能回头哈，不能回头。你想好了吗？准备，开始。哎，舞台上两个世界，一边在勤勤恳恳的耕耘，这边是有人在撩妹吗？感觉有人在撩妹，但是我没有证据。好，你的时间差不多了，你要修改吗？可以。好，拜拜。热巴，请转身。热巴一副看到吃的的表情，哦，就走过来了。好，请接力。来，掌声鼓励一下。神还原，来下一位，看好了吗？来，两个字，肯定。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来下一位，还两个字，那是两个人类串在。请接力。哎，犹豫了一下，脑海当中的画面是什么呢？好，下一位，你来看一下，怎么样？你是想要蒜香的，还是想要麻辣的？好，来告诉我你的答案是。热巴，你的答案是，你刚才看到的是什么？关东煮。关东煮，我就说热巴一副看到吃了的表情。那哪是人啊？你翻到第一页他画的那个，那哪是人啊？这是第一页。这不就是关东煮吗？热巴已经怀疑人生，这不就是关东煮吗？来，我给你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一箭双雕，哇，你好厉害！所以我们 C 班的同学也是答对两题。来，我们请前面两组同学来回到舞台中间。那这样吧，我觉得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好，我们 B 组跟 C 组都是答对两题，所以我们请对石头剪刀布来决胜负，好不好？全宇宙最公平的方式。突然最后变得随意了起来。好，来，我们请 C 班 C 组的 C 班，你一定是创造营的，回到创造营了。 C 班 C 队出一个人， B 队出一个人，好，我们一局定江山，好吗？哎，是谁在啊？两个啊，一起啊。对，来，我们一局定胜负，石头剪刀布，平局，石头剪刀布，恭喜。哎，你们是 B 班哦，不 B 组是不是？来来来，我们来到舞台前，一直回到那种创造营的感觉。来，我们回到舞台前，所以我们要恭喜 B 组的爱丽丝获胜。那我们要请热巴为他们组的队员来送上齐娜眼镜准备的礼物。哇哦！好，我们要请对一人有获得一副齐娜眼镜提供的礼物。好，那我们也请热巴站到他们的中间，跟我们台上的各位一起来拍一张合影。好的，看一下中间的摄影师，哎，甜美可爱的造型。好的，谢谢我们台上的三组爱丽丝，谢谢你们的参与。好，我们请台下落座。来，我们各位这边请。好，谢谢大家。
真的很像幼稚园的画面。好，哇，刚才这个环节稍微有放松了一下哈，那接下来是不是又要请热巴为我们带来这个精彩的表演了？没有表演了，已经就是差不多该唱唱生日歌了。要唱歌吗？现在？对，不是。好，那我们请热巴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不要闹，我的流程上接下来热巴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炸裂舞台的表演。名字就叫炸裂。接下来我们就用掌声来把舞台还给迪丽热巴，为大家带来炸裂的街舞表演。哇、哦！谢谢。有人还在撩吗？下面一堆人说不可以。怎么样？哎，舞台还是蛮滑的，是不是非常可以？我差点要栽跟头，我感觉。没问题吧？没问题吧？我觉得还是非常帅气的，都非常性感的，对不对？好了好了，擦一下鼻血，擦一下鼻血。然后接下来我们让热巴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然后一会儿再美美的回到舞台上、啊、来，我们请热巴休息一下、啊、好，大家也可以稍微冷静一下哈，刚才这个舞台确实很炸裂，然后非常的sexy。 那接下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之前热巴有入手了一款叛逆花香调的新香水，当时还上了热搜，你们记得吗？哎，没有错，就是反转巴黎。那今天热巴也给爱丽丝们带来了这个满满的福利哈，我们要抽取10位幸运儿，要送出我们热巴同款的叛逆花香调的全新的 YSL 的反转巴黎的花艺香水。想不想要同款？想不想回去 Oh my God 一下？来，我们请工作人员送上抽奖箱，然后喊出你们的票上的号码是多少。好，我来抽10个。噔噔噔，1、2、3、4、5、6、7，我再抽3张，1、2、3，好，来10位，没有错，第一位是0605，请上台。接下来是0273，0273请上台，0273。
还有下一位是0468，请上台。0468 0468。 OK， 下一位是0732，请上台。好，0716，请上台。对，我们都从右台口上哈，大家稍微对可以绕一下场地。0045，来，0045请上台。0226，请上台。0226，好。哇，正中间呢。来，0633，请上台。0633。哎，63这个数字今天出现真的好多次哦。0421。你是被人踩到脚了是吗？来，请上台。0628。有没有0628？最后一位是0065，请上台。来，有请各位幸运的，来，爱丽丝请上台，这边请，这边请，恭喜你们，恭喜你们。好，1234567890，好，刚好十位，我们给他们一点时间。好，我们也给请工作人员为他们来送上热巴同款的叛逆花香调的全新的 YSL 反转巴黎花艺香水。好的，再次恭喜各位，恭喜你们。来，我们请台下落座，谢谢。好，大家抽到香水之后呢，就可以好好来试用一下哈，可以跟这个热巴同款的 YSL 的香水吗？好，刚才是十位幸运的爱丽丝，那接下来我们还有这个很多的互动的环节，我们想问一下现场的爱丽丝，你们对热巴了不了解？真的很了解吗？任何问题都能答上来吗？接下来这个环节是一个打脸的环节，你们如果答不上来的话，我跟你说，我们进场的时候，每个人是不是都有一个手提袋？来，大家可以先准备一下，我们的手提袋里面呢，有给大家准备了一支笔，还有一个 bingo 卡，就是一张答案卡，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是的，我们可以举起来哈，笔，有一支笔，还有一个 bingo 答案卡。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来进行一堂的随堂测验，要来考验一下你们对于热巴的熟悉度到底有多高，好不好？我跟你说，我们的题目都特别的变态，有一些题目我们随机问了一下热巴，他自己都答不上来，好不好？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的考验一下各位爱丽丝，当然线上的爱丽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游戏的环节，一起来互动。然后我们可以准备好你们的笔跟纸，然后也给热巴一会儿时间，因为我们这一堂的随堂考呢，我们要请热巴跟所有的爱丽丝一起来作答，我们看一下他能得几分，你们能得几分，好不好？我大概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手上的题目，应该有10道题啊，同时我们一会儿考试的时候呢，大家不能拿出手机查哈，不能拿手机查答案，必须立马的来作答。来，接下来我们再次的用掌声把热巴请回舞台。也太女神了吧！迪丽热巴影迷见面会 bingo 游戏，来来来，先给你们尖叫10秒，好不好？我觉得你们好，来来来，我知道这一身非常的女神，大家都已经这个按耐不住。好，什么什么我可以不可以？
好，接下来我们要让热巴跟所有的爱丽丝哈一起来作答。大家看到了，热巴这个板子是比你们放大一点的哈，你们手上的这个题卡也是一样的。一会儿呢，我们有十道题目，然后你们要把这个认为正确的答案相对应的这个答案涂满。比如说，我们这道题的答案是一，对，那这板上有很多的一呀，你就把这个一全都要涂满，好不好？一定要把这个一全都涂满，不要涂错了，涂错的话就算错，好不好？一定要看清楚正确的答案是什么，然后按照我们的要求来作答。OK， 我们一共有十道题，热爱的温度现在开考，请听第一道题。迪丽热巴全名有几个字？你们不用喊，不用喊，不要让其他人听见正确答案。来，热巴也可以作答。哦，我也可以啊。对对对，来，我帮你拿。好，一二三哈，一二三，你们觉得哪个是正确答案，请把你们题卡上的这个数字涂黑，好不好？把这个数字里头的框框涂黑。比如说我们的答案是一的话，把所有的一的这个框涂黑啊。我们看一下，给大家这个，哎，有没有有点像那个考试拿那个二 B 铅笔把那个涂黑。好，涂完的请举手。好，还有一些人还没涂完，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哈，因为要把每一个空格都涂黑。对，要把正确答案涂黑。来，涂完的可以举手，让我看一下。好，大家都在奋笔疾书当中。好，还有哪些？对，没有漏掉的哈。有没有漏掉哪些？大家注意哈，我跟你说，我们台上这位同学已经犯错了，只能是图，你看一二三，只能是图跟他一样的这个啊。如果他是中文的话，你们千万不要涂，好不好？一定要认真的看题，一定要认真的看题。我们台上这位同学已经犯错了，只能是填跟他一样的这个一二三简体的。哎，已经一片漆黑了。好，来，我们请看第二道题。热巴加入微博的时间是小圈2011年的1月24日，三角号2010年的7月2日，正方形2010年的6月1日。热巴，你知道你是哪天的微博吗？我都不知道是哪一天。你都不知道吧？更别提是哪一天哪个日哪一个月哪一日了。这个不能提示，因为提示答案就出来了。来，我就跟你说了，一个吧，对，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是热巴十级考试。好，请把你们认为正确答案的哈，小圆圈或者是三角号或者是正方形，你们如果觉得它是正确答案，请把它填满，好，涂黑，把这个涂黑。来，这边已经有人涂完了哈，来，涂完的可以请举手。好，来，接下来我们看第三题。今年5月1日收工时，热巴发微博说想吃什么？大写的 A 拉面，大写的 B 酸奶疙瘩，大写的 C 火锅。请注意，一定要认准是大写的 A、B、C 是哪一个呢？请把你们的 bingo 卡上的这个英文字母所在的方框填满，涂黑。好。热巴已经涂好了。好，那我们看下一题。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凤九段尾刻字出现在第几集？来，小写的 A 是第52集，小写的 B 是第62集，小写的 C 是第72集。热巴，你知道是第几集吗？不知道。猜一下吧。我连我哎，
不能不透题哈，不能透题。嗯，来，各位，请把你们认为是正确答案的小写的 A、B、C 其中哪一个选项的这个框框涂黑填满。好的，填完的请举手。好，后面好多哈，来，我们再看下一题。冷巴的出道日期是大写的一是2018年4月3日，大写的二哈，2018年5月4日，大写的三，2018年6月3日。来，就把又陷入了迷思当中。冷巴哪天出道的？不知道。不知道他哪天出道的，应该跟我啊，不能说。来，下面有人知道的吗？有人知道的话不要喊出来哈，不要让其他的同学听见。来，请认为是一二三哪一个，请把这个一二三所在的框框涂黑。看，一会儿我们再来公布正确答案。好，作答完毕。来，我们看下一题。1001夜中，007对爸爸说你永远都是我的偶像时，在吃爸爸给的什么？一加一个小圈的一是苹果，二加一个小圈的二是雪糕，加个小圈的三是饼干。来，请作答，千万不要画错哈，千万不要画错。我看到下面已经有些人在看天花板了，因为这些题目真的太看天花板太细节了。对，你们的手机都不能拿打啊，你们现在拿手机也没有用，也来不及查了。好，作答完了哈。 OK， 我们看下一题。李慧珍面试时的编号是罗马数字一六九零，罗马数字二六三零，罗马数字三二五零，肯定不会是二五零吧？有人开始摔答题卡了，这什么考试啊？有人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有人知道的话，赶紧默默填哈，默默填，默默填。啊，是吗？罗马数字千万不要画错。我相信你们。我觉得台上这位可能已经想要冲出去了。啊，这种细节上的东西谁知道啊？对啊，今天我们就是实际考试嘛。我自己都不记得了。有人知道的吗？哎，好，嗯，不能说。好 ，OK。嗨。好，来，我们看下一题。热巴为爱的阶梯演唱的插曲是中文数字的。一爱在心中，二爱的阶梯，三心中的爱。正确答案是，请作答哈。这位考生试图用音乐歌声来干扰其他人作答。好，要自己拿满分。我隐约的能看到热巴的答题卡上已经很惨的一片漆黑。好，作答完毕了，我们看下一题。还有呢？热巴的，这送分题，我觉得。阿尔罕纳。来，首部电视剧。阿尔纳。一，阿纳尔汗。二，阿尔汗纳。三，阿尔纳。这是一个绕口令题吗？哎呀，来，请作答。来，这是一个送分题。好，看一下能不能填完了哈。来，下一题。热巴最爱的男演员是，第一位是丹尼尔·雷德克里夫，第二个是这个菱形哈，小罗伯特·唐尼。其实钢铁侠我也很喜欢。对，然后这个五角星是，对，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好的，作答完毕了哈。好，来，我们十道题已经全部结束哈，正确答案要揭晓。这个 bingo 是什么东西啊？来，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正确答案哈。第一题我们先来核对一下正确答案。第一题，热巴的名字有九个字，所以选九的这个框框都填满了哈。
第二题，热巴入驻微博的时间是2010年7月2日。2010年7月2日。第三题，5月1号的这个收工时候，热巴发了微博，想吃的是拉面。哎，然后冷巴出道的日期是2018年4月3日。啊，是吗？不是6月3号吗？然后，凤九的这个段位刻字是出现在第52集。好，然后再吃爸爸给的是饼干。哎呦，答对了哈。面试李慧珍面试的编号是690。哎，插曲唱的是《爱在心中》。然后，送分题就不用说了哈。阿纳尔汗，然后最后，哎呦，怎么还？最后，小心小心，最后是。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来，我们正确答案如果涂完之后会是这样的，是一颗小猪的仙人掌。看出来了吗？我们的导演组非常的用心，涂出来是一颗小的仙人掌，涂错的话就是这样，不知道是什么。对，涂对的话是仙人掌的，请举起来我看一眼。哇，有这么多仙人掌啊。好，来哦，真的是仙人掌。对，涂出仙人掌的爱丽丝，给你们10秒钟的时间，请上台。来，带上你们的 bingo 卡，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看一下，核对一下，你们涂出来的是不是仙人掌？不是的话就不能上台，好不好？请秉着这个诚实的原则。哎，别冲别冲，慢慢来，大家都来，大家慢慢的排队，都能上，都能上，对，都能上来，对，只要是仙人掌都可以上台，没关系。好，我们有序的排队。好，如果你们不是仙人掌的话，就不能上来哈，大家一定要诚实。好，我们也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我们。排队，然后有序的上台来热巴，我们你是一个移动的广告吗？来，让我们往前一小步。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请工作人员来核实一下每个人手中的 bingo 答题卡，答对的话就让他们有序的上台来到舞台上。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热巴对仙人掌有一种迷之喜爱， 迷之热爱，对不对？对，其实我之前，我没有就是很喜欢仙人掌，但是很莫名的，就是每次都会和仙人掌搭上边儿。就比如说曾经说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我的工作人员说其他的女演员都会在房间里买一些特别好看的花儿啊，然后特别好看的一些摆设会放在家里，然后我就顺路买了个仙人掌。然后从那以后，就比如说后来拍《1001夜》的时候，就是大家问我喜欢哪种花或者怎么样，但我说不出来就是喜欢哪种花，好像就还是仙人掌会比较熟悉一点。脑海当中浮现出来就是仙人掌。对，嗯哼，好，那哇，有这么多人啊。啊，真的吗？好，那这样的话，因为我觉得我们舞台可能没有这么大，那我们就请各位在我们工作人员这边登记一下你们的这个座位号还有名字，然后我们会请工作人员为你们送上非常硬核的礼物，就是仙人掌一株。下面没有猜对的人很庆幸，心想还不如不猜对呢。好，那我们就请，对，我们请答对的这些这个 A 班的同学好好的跟我们的工作人员登记一下，然后留下你们的个人信息，然后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可以找工作人员来领取这个非常硬核的仙人掌。好，其实仙人掌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花语，都是坚强的爱。对，坚强的其实就是可以希望就是像仙人掌一样的坚强，然后就是保护你，然后也可以大家都当你身边那个刺，对不对？就是不是扎在你心上，而是成为你的一个护盾，好好的来保护你，然后不希望你有太大的压力，然后可以在工作上面可以尽情的放飞自己，好不好？我觉得这个仙人掌也是特别好的寓意，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哎，是不是都不登记了？一听说是仙人掌。不会不会不会，先走了。对，我们先请大家先落座，然后请大家还是凭这个 bingo 卡哈。活动结束之后，没有想到今天有这么多人可以通过我们10级的考试，你们太厉害了，也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呱唧呱唧呱唧。对，然后今天是我们热爱迪丽热巴的这个生日会，当然少不了我们
身边一些好朋友发来的祝福，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都有哪些好朋友发来祝福哈。我们请看一下大屏幕。八姐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越来越漂亮。过完六一儿童节还可以过一个生日。感谢你在演艺行业里一直做一个标杆的角色，永远美丽，天天开心。祝迪丽热巴老师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红红火火。在这里呢，祝你生日快乐，天天开心。祝日八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八姐生日快乐，心想事成，永远年轻。在这里呢，祝我们双子座的这八姐姐生日快乐。为什么张伟哥哥要叫我姐姐？用咱们的母语再给你说一声生日快乐。东方跟祖玛的波苏，福如东海，万寿无疆。热巴，生日快乐！非常美好，魔性，那就是我们迪丽热巴小姐姐的生日。我希望热巴姐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可爱。希望你永远开心，永远快乐。祝热巴你生日快乐，事事顺利。不要再漂亮，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有非常好的心情，然后通过自己努力实现自己的每一个梦想。很高兴可以在创造营2019认识你。在节目中间虽然接触的时间并不久，但是感觉到你是一个非常帅气率真的女生。我在这里要祝迪丽热巴生日快乐，很开心跟你合作，谢谢。希望你能天天开心，永远美丽，每天好心情。祝你生日快乐，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开心。我是你的小粉丝哦。虽然你不是公主，却有着公主般的气度，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你永远都给别人带来美好。祝愿你能够拍出更多优秀的作品，带给爱你的观众。希望你每天都要有好心情，永远快乐，永远年轻，继续奔跑，一直漂亮。最重要的是，今年希望可以早日脱单，找到那个他，爱情事业双丰收。注意休息，然后自己的身体一定要注意。在这儿祝你生日快乐，越来越漂亮，怎么吃都不会胖。祝热巴妹妹身体健康，天终于听到妹妹。那在新的一岁里呢，我希望你每天能够有多一点时间休息，因为你真的太累了，你的粉丝会心疼的。在跟热巴合作之前，从戏剧上面啊，或者是平面，她的所有的一切给我的感觉，她就像仙女般的一样，哇！无论是在什么样的舞台上，都希望你能够成全自己，成就自己，我们一起加油。祝你永远真诚、浪漫、勇敢、善良。祝你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工作之余也不要忘了休息哦。新的一年继续娇俏美丽动人，干吃不胖。祝愿你越来越美丽，然后吃什么都吃不胖。最重要的是要保重好身体，不要太累了。我的小老乡迪丽热巴生日快乐。虽然我送不到蛋糕给你，但是我希望你有一个很棒棒的生日。迪丽热巴，迪丽热巴，祝福送到家，大家笑哈哈。希望你一切顺利，开开心心的，最好快点找一个男朋友，爱你，么。继续洒脱勇敢，然后做自己，加油，希望你越来越好。恭喜热巴姐又年轻了一岁，希望姐姐以后能有更多更好的电视剧、电影作品带给我们。加油加油，生日快乐。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越来越漂亮，天天开心。祝你永远瘦瘦的，美美的，祝你吃再多都不会胖胖的。热巴生日快乐，祝愿所有的快乐幸福都可以围绕在你身边，开心每一天。永远热爱美好的一切，有时间呢多多休息，多吃好吃的，许的生日愿望都可以实现，永远都可以吃到自己热爱的美食。希望你平时在很忙碌的工作的时候呢，可以尽快找到一个好好爱你的人。刚才想了很多词，但是一下语塞，是因为有太多的祝福想送给你。有好吃的零食要第一时间分享，全部通通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吃的这些都不会胖。热巴姐姐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勇敢下去。
那在新的一岁里呢，希望你工作顺利。真的是太高兴了，杨，因为我们认识已经很多年了，然后每年生日都有发生日祝福，但这次是珍珠视频的形式，还真的是一个特别新的尝试。嘿，迪丽热巴，不，迪丽热巴，祝你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多大了？16，哎，还小。生日这个节日里面，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时间。知道你工作特别忙，身体健康，记得我们的火锅汁哦。祝可爱又漂亮的热巴姐姐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谢谢热巴姐对我的照顾，祝热巴姐生日快乐，越来越好，爱你哦。哇，好人缘，所以这么多好朋友，我听的最多的是热巴姐，但是还是有妹妹，对不对？看到这么多好朋友发来的祝福，有什么想说的吗？就是很感动，也非常开心，大家能够在百忙之中发来生日祝福，非常谢谢大家。但其实像这个身边这么多好朋友发来祝福，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更幸福的是，有很多爱丽丝也给你发来了祝福。我们今天现场是都是幸运的爱丽丝哈，大家通过这个层层的选拔，有幸来到现场。但是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现场的爱丽丝，她也给你送来了生日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线上的爱丽丝有什么要跟你说的。迪丽热巴姐你好，我是草莓，来自台湾。嗨，热巴你好。粉了你之后，我才知道人间真的有神仙。喜欢你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因为你总是能带给我许多能量。我会开始关注各种公益活动，也会勇敢地面对生活里的每一次挑战。谢谢你使从前那个胆小懦弱的我现在变得勇敢了起来，也谢谢你使从前那个只能考上专科的我现在考上了一本。我每次我妈就拿你来做的动力，这个暑假我们要去我们家乡新疆支教。感谢你让我遇到了很多新的朋友，你教会我扶摇生气，努力创造幸运。之后我中考考了全市37名，进入了自己心目中的高中。我的大明星真的成长了很多很多，谢谢你，辛苦啦。又老了一岁，希望你不要一直忙着工作，多多职业，多发自拍，恭喜你迈入人生的新一个篇章。27岁一定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哦。也希望你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假期，我们跳伞你千万不能错过。祝姐能够天天开心，万事顺意，平安喜乐。想吃就吃，胖了也不会嫌弃你，永远爱你。小弟仔仔同学，请保护好老弟仔仔的老腰，真的别再受伤。希望我们各自都好好努力，最后在各自的道路上都得偿所愿。不管未来如何，爱丽丝永远在你身边。让你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做我们心中最可爱的那个小朋友。热巴生日快乐！热巴祝愿公司发来祝福。Love you。年年十八，貌美如花，在武汉等你吃小龙虾。成都西财，我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我在杭州浙江大学，我在山西太原，我的爱丽丝在南昌，我们在贵州贵阳，我们在台州，我在香港，我在日本晴空塔，我在马来西亚，我在莫斯科，在日本富士山下，我在多伦多，我在新西兰，我在英国，我在悉尼，我在加州。祝迪丽热巴生日快乐！
朱热巴生日快乐，你们太感人了。好，我们给热巴稍微缓一缓，缓一缓，缓一缓。我觉得我觉得看到所有人从世界各地送来的祝福一定会特别的打中内心哈。嗯，现在 OK 的 OK 了。我要替他们来转交一份礼物，因为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其实是短短一部分，因为有太多太多的爱丽丝给你发来了祝福。那刚才我们可能因为今天活动的关系不能全都放出来，但是他们全都储存在这个 U盘当中，然后回去之后这么大的 U 盘就是它装在这个 U 盘里面同时还有他们送给你的礼物然后回去之后可以好好的来看一下他们给你准备的这份惊喜谢谢我回去好好看。好的，我就帮你们转交给他了哈，所有人的祝福都在里面，然后回家之后可以好好的来看一看他们都有什么话想跟你说。其实你们太会煽情了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是想陪伴着迪丽热巴一起成长，好，下面有很多人也是都哭成了泪人，然后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像热巴喜欢的这个仙人掌一样，就像那根刺一样好好的来保护热巴，因为很多人也希望热巴不要这么有压力，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认真工作的人一定是有这个对自己有很多的要求，我们也希望热巴可以轻松的对，然后更加自如自在的跟夏天的风一样去到更多的地方，带来更多好的作品给大家。对，其实也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像仙人掌一样，因为我觉得 不光是对我吧，然后就是希望每个人对自己一样，因为仙人掌里面是非常圆圆乎乎的，然后外表是带刺的啊，虽然不是说希望大家外表都带着刺，但是我希望能够像仙人掌的话语一样坚强吧。好，那我们也看到了台上有一个仙人掌的收集的牌子哈，大家进场的时候都写下了自己想问热巴的问题或者想说的话，接下来我们就请热巴在仙人掌上面来抽取五个吧，然后来读出他们的问题或者他们的祝福，好不好？好，看一下，大家都很用心地写下了很多对热巴的生日祝福。好，粉色的，红色的，黄色的，我好像拿的一直是黄色的，我换一个颜色啊。这有一个我先读出来但我没拿，写的是你长发的样子更美。那前几天短发的造型您觉得不太满意是吗？你知道，你们知道我当时拍的时候心想那个拍出来大家一定会很喜欢的，原来你们都不喜欢。喜欢啊，怎么有些人嘴里说的喜欢手里在摇手好，我们来看一看，只有一张粉两张，哎，一二三四五，有两张粉色的，还有白色吗？没有没有。第一章写的是你很好，真的大胆做你想做的，大家都在呢。哇，好，第二章是热巴，你永远是我最我最偏爱的小朋友，生日快乐。第三章是姐姐我永远爱你是小朋友写的吧？第四章是小巴加油，愿你期望的都实现。哇，第五章是大明星永不停止步伐。哇，上面我写的特别激动，
我相信所有的祝福热巴都会收到，然后明天会请工作人员把所有的这个祝福收集起来，然后给到热巴，然后一会儿工作结束之后，我们会热巴会一一的来看到大家写下的祝福。我们要谢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到现场给热巴送上这么温暖的祝福，也给你们掌声鼓励一下。好，那我们也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我们的仙人掌上面的心愿先收好，好不好？带我们先收好。那今天呢，我们除了有好朋友的祝福，然后有线上线下，然后还有现场爱丽丝的祝福，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祝福，小小的惊喜哦，也不小哦，还蛮大的一个惊喜要送给热巴。我们来听听看是谁，好不好？宝宝生日快乐，爸爸妈妈永远爱你，注意身体。宝宝，这次爸爸妈妈祝你生日快乐。27年前的6月3号来到了这个世界，同时呢，也给爸爸妈妈带来了无尽的快乐和幸福。你是爸爸妈妈的一切，是爸爸妈妈的心头肉。爸爸妈妈每时每刻都挂念着你，希望你按时吃饭，注意休息，低调做事，谦虚做人。爸爸妈妈永远爱你，在此再祝你生日快乐。通过微信呢，送去了我们最美好的祝福，那就是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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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祝你生日快乐，么么哒。我的妈呀，叔叔还蛮时髦的。哇，哎，叔叔唱歌还有那种颤音，有没有？非常的专业。对，我爸爸是唱美声的，然后你听刚才说的那段话，就是感觉像是就是在现场做主持一样，那种特别底气十足，从丹田发声的。对对对，这种怎么样？说到这个小惊喜，我们都瞒着热巴彩排的时候什么都没跟他说。哎呦，下面有人哭成这样，妹妹擦一下眼泪。热巴听到也是要，热巴跟他回头也说收住，一定要收住，因为我觉得像家人父母的祝福肯定是最感动的。 对，因为其实跟爸妈其实每天也都不会断联系，所以就是听到他们的生日祝福的时候，就感觉是在跟我对话，就视频对话的这种。但我刚才其实有一点难，就是有点难受，然后后来我爸爸这个底气十足的声音有点出戏，给我拉回到了现实当中。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就这个样子的，对不对？大家在一起只要一通话就会有很多的笑声，很多的欢乐。那我们也收到了这个叔叔阿姨的惊喜哈，我们也转达给了热巴。然后刚才是好朋友的祝福，然后粉丝朋友的祝福，然后爸爸妈妈的祝福，接下来还有一群很特殊的小朋友也送来了祝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VCR 好不好？好。小浩，你认识迪迪热巴吗？那你有机会见到乐巴姐姐，你想对她说什么？到我们家乡四川来玩，阿姨。他那个心比的也太宽了吧。对，这是一群非常可爱的小朋友，然后今天其实也是六一儿童节，但他们其实可能不能像很大多数的小朋友一样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他们可能连母爱都是一种奢求。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中国扶贫基金会也发起了公益项目同伴计划，希望可以通过爱的力量来给予他们妈妈温暖，陪伴他们度过孤单的青春期。那我们今天中国扶贫基金会移动互联网部的主任韦丹丹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一起把他请出来好不好？来，掌声欢迎，欢迎韦主任来到我们的现场。你好，今天请。
各位爱丽丝们大家好，今天现场非常的热烈，刚才我在下面也一度落泪，真的是为现场为热巴和爱丽丝们的满满的爱和正能量而感动。那我是来自中国扶贫基金会，我叫韦丹丹。那下面我就给大家揭晓一下为什么我今天会来到这里。扶贫基金会是一家公益组织，过去的30年我们一直在做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生计扶贫和灾害扶贫的工作，所以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把爱在社会各界人士的爱撒到了全国和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那也要今天也非常高兴邀请到热巴参加到我们这样一个关爱留守儿童的同伴计划项目里面，所以是今天在这么一个有意义的6一儿童节，然后在这么一个热巴的生日会现场，然后做这么一件很有爱的事情，我觉得今天的生日会非常的有意义。那前不久，其实热巴非常的忙，但前不久他还给项目区的老师，就是同伴妈妈和孩子们，打电话关心他们的生活，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真的是一个有心的热巴。谢谢。我们也拿到了这段非常珍贵的录音，我们来一起听听看热巴当时打电话都说了什么，好不好？热巴姐姐你好，我叫杨梦文。你喜欢同伴之家吗？喜欢。那你平时在同伴之家都做什么呀？玩游戏或者画画或者做手工。热巴姐姐你好，我叫张丽萍。那你将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啊？当像你一样当个演员。你知道，那你应该从现在开始就要好好学习。比如说你现在会画画，我觉得就很好，这样将来你一定可以成为超过很多人的演员，好不好？好。热巴姐姐你好，你几岁了？我9岁。那你上几年级啊？1年级。我上1年级的时候是个很害羞的小女孩，我觉得你好棒呀。那你在同伴之家是不是有好多好多小朋友是你的好朋友？可骄傲呢，是不是？大姐大姐姐，哎，你平常都做什么呀？就是拍戏，然后呢做我的工作。其他时间休息的时间呢，我会去看一些关于自己工作上的作品，适当的锻炼身体，适当的去学一些东西。你们新疆的葡萄甜不甜？新疆的葡萄很甜的，和我一样甜。是吧姐姐你好。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呀？张薇婷。张薇婷。我想做歌手。哇，那你现在唱歌一定很好听。如果你想要成为歌手，现在就要开始努力，然后把它定为目标，好不好？好。谢谢你呀，把电话给我们的同伴妈妈好不好？好。你好。啊，你好。同伴妈妈挺辛苦，平时您会带多少？您是带一个班的学生吗？那您会带多少个小朋友啊？我们这个不是一个班的，我们就是一个面向面对一个本村的，就是所有的儿童。我们本村的儿童只有380多个，是来同伴之家的每周都有，每一天都有20多个左右。您帮过孩子们都解决过很多问题吧？应该最主要还是给到了需要陪伴的孩子们。作为一名同伴妈妈是一件非常有爱的事情，帮助了别人也帮了自己。非常感谢您能抽出时间来跟我通话。希望您身体健康，然后自己的儿女能够茁壮成长，也包括所有的小朋友们都能够开开心心的长大。哇，我们给有爱心的热巴掌声鼓励一下。我们也回到舞台的中间，想问一下哈，热巴是从什么时候关注到同伴计划的？其实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其实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去看这个，就是之前的这个录音也好，还是这个后面配的这些话，其实我觉得今天
我不想让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和大家见面的机会，因为我相信我很早，但我忘了是什么时候的一些微博上，其实我有去，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太多人认识我，可能我的粉丝就几百个人，就是那个微博粉丝，但是那时候我有发过一些，就是比如说像福利院的儿童也好，还是就是当地的一些医院的一些环境也好，就是有发过，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人关注，所以就没有这种号召力可以带到大家。那今天是个，我觉得第一是今天是儿童节，我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么开心的坐在这里，然后这么幸福的有自己父母和亲人陪伴，还有朋友陪伴在身边的同时，还有一群小朋友，对，还有一群小朋友是需要有人去陪伴他们的，而这些天使他们就是同伴妈妈，然后他们会挤出自己的空余的时间，像周末的时候，然后因为我通话的这位同伴妈妈呢，她自有自己的小孩，然后两个小朋友，然后一个也跟就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大，然后也是9岁上小学3年级这样子，那他们会抽出自己的一些空暇的时间去陪这些小朋友，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到这些就是同伴妈妈还有这个同伴计划这项公益当中来。所以我觉得有这个更大的号召力了，就应该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慈善的事业，对不对？然后要关心这些小朋友们，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同伴计划当中来，好不好？谢谢有爱的爱丽丝们。那今天韦主任也带来了一份礼物，对不对？我手里头是一个荣誉证书，因为热巴成为我们同伴之家的爱心大使，所以今天我把这个应该说是沉甸甸的这样一个责任，然后送给热巴当做生日礼物。哇，特别有意义的一份礼物。谢谢，也请热巴接过这份沉甸甸的礼物。谢谢，我也希望所有的爱丽丝们能够追随热巴的脚步，我们一起关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同伴计划，好不好？好，谢谢我带孩子们，感谢大家。谢谢，谢谢韦主任，谢谢热巴，两位一起拍张合影吧，好不好？我们记录下这个非常珍贵的瞬间。我们也要感谢中国扶贫基金会，把这么有意义的项目带入到我们大家的眼前。也要谢谢热巴，作为发起人，作为大使，让更多的小朋友可以享受到这么好的关怀。谢谢，我们再次掌声送给韦主任，也送给热巴。对，我要非常感谢。成为这个爱心大使，然后我希望以后有就是也可以去做到一些线下的一些工作，可以帮助到小朋友，帮助到越来越多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这就是偶像的正面的正能量的力量，然后可以做，不管是爱丽丝还是像热巴，都可以做彼此的这个追光者，然后把更多的爱散播到什么，你们怎么就开始叫了？也并没有，你们不要想太多。好了，我觉得还是要去多做一些更有这个公益意义、社会意义的事情，关注到更多需要被关心的族群。那刚才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环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正式的过生日的环节啦，好不好？然后我们请热巴来到舞台上来。那接下来我们要全场一起来给热巴唱生日歌了，好吗？好，我起个头，我们一起开始，我们一起开始，我们一起开始唱。祝你生日快乐，英文版。我们一起大声的祝热巴生日快乐。接下来我们让热巴许愿吧，好不好？希望热巴许的愿望都可以成真，全部实现。你也可以回头看一眼我们的
灯墙都是爱丽丝想跟你说的话。我想说，其实我好像小时候过生日也都是和家人在一起，然后2017年的生日是再往前走，就是2015年的生日，在拍六扇门的时候，有几位粉丝过来陪我一起过生日，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就是去跟除了自己的家人以外的人去过生日。然后对，然后后来就是2017年的时候，我在那个象山拍《烈火如歌》的时候，也有几个粉丝过去，有个男生他抱着特别重的那个小丸子的蛋糕，然后陪我过生日。不单是那个男生啊，就很多粉丝都在。然后这是我就是长这么大以来，就是有这么多人一起陪我过生日，对。所以我觉得谢谢，然后就还没想到吧，就是然后也觉得感觉这一生值了。我觉得你值得拥有他们的爱，而且我觉得所有的爱丽丝，他们虽然不是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更像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然后也会像仙人掌一样一直保护着你，好不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让热巴来跟你们拍张合影，好不好？来，我们也请摄影师。好，我们也请摄影师来到舞台上。OK， 你们也可以举起手上的灯牌。一起，对，我们可以举起你们手上灯牌，我让热巴跟现场所有的爱丽丝一起来拍一张合影，也要感谢所有的爱丽丝来陪伴热巴度过自己的生日。我们再次的大声的喊出祝迪丽热巴，祝迪丽热巴，最后一遍，祝迪丽热巴。刚才热巴也说了，他第一次跟这么多的爱丽丝一起过生日，我觉得听到了这么多人的呐喊跟祝福，一定是最温暖最感动的。谢谢，谢谢我们的摄影老师。我本来特别感动，但是有人说把眼泪收回去的时候，我觉得我要退赛了，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都是家人，只有家人才会这么直接的怼你。对啊。好，那哎呀，等一下。好，我们接受到这么多人的祝福，我觉得热巴一定是今天最幸福的人。还有什么想跟爱丽丝们说的吗？其实你先让一下。其实就是因为我知道有很多老粉，然后从很早以前就给了我很多信心，其实他们因为很早以前其实我是有点有点自卑那个时候，然后也不光是自卑吧，我觉得就是因为老觉得自己就会不被那么多人看到，但是就是他们会
就是对，就是他们会一直我知道你看到了，我也看到你了，你喊这么大声然后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一定要自信，然后一定要就是未来一定要加油，然后怎么样，我觉得是其实是很多时候是大家在鼓励着我，很多时候其实是自己没有信心去走下去的，然后就是看到大家不光是在你们的微博上，我都有去看我相信下面坐着的肯定有50多位都是我非常眼熟的微博，然后最少50多位，然后因为有关联嘛，还有评论嘛，可以点进去继续看的那种，所以就是看到大家的那么多的为我加油的，不管不光是从很早以前的粉丝开始，还是哪怕你是从昨天开始喜欢上我的，所以我就觉得非常感谢大家，然后今天能够来到这里陪我一起度过我一生难忘的生日，非常感谢，谢谢你们，然后我觉得他们一定会继续的陪你走下去，而且我觉得一定是不止这些人的，一定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对，我希望未来啥呀，你感觉在吵架我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借用一下刚才主持人的话，就是可以做彼此的追光者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把蛋糕我们先推下去，接下来我们就要这个不劳您费心，他们来就可以对，那要带上这个小头菇，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冰派甜心迪丽热巴为大家带来追光者，掌声，说你是夏夜的萤火，孩子们为你唱歌，那么我是想要画你的手，你看我多么渺小一个我，因为你有梦可做，也许你不会为我停留，那就让我站在你背后，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大雨滂沱，却依然相信彩虹，这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大雨滂沱，却依然相信彩虹，谢谢大家的掌声还有欢呼声，也感谢大家来到现场跟陪着热巴一起过了一场非常难忘且有意义的生日会，那虽然会有很多的不舍，但是确实我们今天的生日会就要接近尾声了，那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感谢首席赞助商高端零食良品铺子以及齐娜眼镜 YSL 黑人牙膏飘柔护舒宝阿木西
Mikimoto 玉木本雪碧对本次生日会的大力支持，同时我们要感谢一下媒体的倾力的支持，我们要感谢娱乐营销机构凡思娱乐媒体支持，有道词典、兴趣部落、腾讯微视、航班管家、高铁管家、米读小说、月头条、飞熊娱乐、达达闪送、讯飞输入法、爆米花视频、 LLJ 侠机站、天天 P 图、百度输入法、酷狗输入法、东方金豹、蘑菇街。感谢本次活动联合主办方及独家粉丝互动平台 OWORD。 那最后我们要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的你们，谢谢你们来听我唱歌看我跳舞。然后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北京，然后我刚才有听到有女生说她是从江苏过来的，一大早哪里都有，对不对？然后我希望大家回去的路上可以注意安全，然后因为出去的时候我们人多，我们可以不要互相的拥挤，然后不要踩到对方的鞋子，然后希望大家回去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平安到家记得发个微博。再次的感谢大家，最后我们还是要祝迪丽热巴生日快乐。那我们今天的生日会就到此结束了，谢谢所有来到现场的爱丽丝，还有在一直播收看我们直播的爱丽丝，拜拜，明年再见，谢谢你们，我爱你们。拜拜。哦，对，那些那个仙人掌记得拿啊。谢谢，来我们欢送迪丽热巴。好吧，因为大家说如果我不走你们就不会走。所以我们要听热巴的话，大家有序的离场。再次提醒大家回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对，大家一定要回去的时候注意安全，出门的时候不要拥挤，然后记得发一下平安的微博，因为我都会去看。那就拜拜啦，这边吧。好像不想散场的样子。好，我最后我还要感谢一下中国扶贫基金会，还有我们前到来现场的所有品牌方的所有的我们的老板们，然后也要感谢一下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摄影师，还有我们帮忙布光的所有的美术老师，还有我们的导演，然后非常感谢大家，谢谢。我们继续一起发光发亮，拜拜。